您可以用日历帮助孩子学习一周的日子。您可以指着日历上的日子说，这些是一周的日子。星期日，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。每天您可以用日历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明天是什么日子。举个例子，您可以指着星期一说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今天要做甜品。然后您可以指着星期二说，明天是星期二，星期二我们将要去过佳节。学习一周的日子和他们的顺序可以帮助孩子开始了解时间的概念。